来健身，身材也越练越好。之前他到日本出游时就晒出不少大尺度照片，让粉丝们看见他的精壮的好身材。从那之后，他也大解放，越来越常在网上晒出自己的身材照，让网友们眼睛大吃冰淇淋。23日晚间，他又再度抛出两张裸上半身的照片，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围巾上半身没穿衣服，低腰的牛仔裤还露出内裤头，引发不少女粉丝的遐想。而第二张照片，他则只有上半身入镜，让好友陈零九看了则笑说：“第二张照片很像下面有人。”围巾也顺着对方的话幽默笑说：“就说不要讲后。”引发不少网友回想，纷纷笑说：“现在尺度这么大，也是可以的吗？”